那比现在是败家族 quarter final， 所以 BO3， 老杜 vs， 哎呦喂 ，Confident 有香港玩家，但是这个对局其实 Bowser 来说还是比较难受一点的对局。逆回那肯定是比不了，然后阻止回传也很难受，所以啊，应该是继续空前空后就过了。要是包子是没跳了就差不多没办法。啊，这个对局，这个是包子的哎呦喂的。哦，但是输的错了，那来啦，马瓦鲁。转转转，漂亮！啊啊啊！五，但是漂亮 ，OK，OK， 直接对这个库巴是非常的攻击力非常猛，但是。对，情况是这样，还是收益问题也很麻烦了。啊，这个怎么落地啊？太难了。所有的Q8玩家都是会有这样。好，现在老毒也他不需要那么着急，因为对一次。OK， 但是这个游戏有火力的角色，火力节奏。就差不多死，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。红货暂时 parry 159，可能 partner 来说像哦，漂亮的，这个有点过分，相比，好，现在百分比其实差距比较大，但其实暴躁来说可以能击杀的百分比了。然后包子是其实不一定死，所以这个包子的魅力来了。好，173也没事儿，过头啊，这个空货，这个很好。好，百分比是一样，闪避往前，哦，漂亮。嗯，安迪，你耶，孔维，孔火，孔火集结，可以，非常漂亮。好，现在1-0，哎呦喂。好，第二场也是 P2， 选择两 OK， 第二场也其实 P2 也没什么问题，但角色上还是老杜的角色比较优势一点，所以就是 IOW 可能是直接是不用力回的，直接可以有一个石头剪刀布就过了，但是 OK。哇，这个 F smash 没有成功，可能输入错，但是输入错也一部分这个比赛的魅力。先离开，但是这个107.93，差不多百分比一样，也是 Q8 是非常优势啊。这个还是 DI 啊，我觉得 DI 可以试试，应该不会死，既然有板子。好，先把它26。非常耐心，特别好，抓住，但是空前，我啊，这个
空后没成功，但刚才可惜空后是骑士直接可以重发啊，这个韩币韩币，然后就直接重发，非常漂亮。你的进攻太轻了，李爷李爷就也是击杀，先想击杀，但是先科巴不需要弗兰尼击杀啊，大空后漂亮，2-0，哎呦喂！